曾经是一个极度没有自信的忧郁症患者，我没有任何的目标，我也没有任何的梦想，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抱怨我的父母。这些菜饭呢，拿去喂狗都比给你吃来的有意义啊。你既然这么讨厌我，你干嘛要把我生下来？我的脑袋里面充满着是幻想，充满着是恐惧，我不断问自己，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干什么？有钱还了不起吗？我以后一定比你有钱。我受够了！学习，热情，加油！你还有演说天分，一定能成为一位超级业务员。你爱过他吗？你怎么忍心亲手毁了一个这么爱你的人？他至少还有你。为什么你到现在都不想和我在一起？只有当我拥有了不可思议的目标，才能够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。而且这个梦想还可以改变很多人的一生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促成这个梦想的每一个人。